而且我另一个问题，我们如果都给你钱，然后让你不会死，然后你到时候投票，你会投你们自己吗？我一定要投自己对哦。对。然后到时候我们会给你钱，然后让你不会被淘汰，对吧？哦，对啊，给他钱、啊，对吧？给他钱，他就不会被淘汰。嗯，我给你，我给你500，我给你500，好不好？他等于被判了有罪者的那个。对啦，他被也被无罪者买通。对对对对。所以这个社会为什么都是有钱人当道？钱还蛮好用的。如果叶哲君今天没帮我，我就完蛋了。如果他没有给我那500块，我今天就会上淘汰局。他给我的那500块才是关键。对，我已经笃定我会输了。所以我在增加那个点数以后，我一定会通过。这个好算计哦。十四名玩家中藏有7名各自犯下轻伤罪有罪者，玩家需透过找寻金币进神域室换取有罪者秘密，分析各自身份。最终，每位玩家票选7名有罪者站上审判台，有罪者数量超过一半，无罪者胜利；反之，有罪者获胜。你是无罪者吗？你是无罪者吗？我是无罪啊！我是无罪者。这是线索吗？不知道，我都打错了一堆。我现在手上有4组。园区内每20分钟会出现3台预言电脑，只有一台为真正的预言电脑，可输入3位玩家姓名，将玩家送上评判台。并公布这3人中有几位有罪者。预言开始。只有一台是真的，就是 1A2B 那个游戏。那这样有罪者不是也可以去抢？输入别人就对了之类的。我跟你是同队。为什么？你先跟我说为什么你确定，然后再跟我讲。因为他跟我讲说28岁以上都是他的。你是28岁以上吗？你是28岁以上吗？对，但是还有一个人。我会同队。好。真的假的？嗯。那好啊，那我们是一起的。所以你是？我是无赖。但是我觉得亚彤有点怪怪的。没有，他现在只是基于都不信任任何人，我觉得。彤彤，你是无罪吗？但你可以分享资讯吗？我们可以交换。我有提示卡，但我可以跟你们交换。好啊，我们交换一下。你讲的好像你是无罪。我是无罪的，100%。你不想换？我觉得你在演。你若是无罪者，你才要帮助团队去解谜，你才要 share 资讯出来，你怎么会不 share 呢？我知道，我就算是有罪，我看到我也没办法，一定是让更多无罪者知道谁是有罪者。除非你是有罪者。所有的有罪者应该都要冲进去跟无罪者一起讨论，越扰乱资讯越好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时间剩下最后30秒。好，那乱投乱投，好，你先拿 好，这个很多，这应该是你的。最终审判，有罪者暂无名，恭喜无罪者获胜。哇、哦，威尔，威尔，你们不是都投对吗？红叶他全部都投我们，所以他们全部人都是8票跟6票，我们都投了被投了8票，因为红叶的那一票都投给我们。有罪者愿望点数最少4名，郑文烈、严杰林、宋大红、陈明轩。就是他害我们这队输了，就是他就是倒戈去对面的，比方被收买，红叶啊，红叶被收买，啊，红叶是有罪者哎、欸，你的身份是7宗罪之中的暴怒，你带着金币来到神域室，就可以得到一条有利于7宗罪的假线索，只有一次机会。如果我金币我去神域所兑换，我可以兑换一个假线索出来给他们。OK， 就是现在我们会希望要票有罪者上去。那我问你，我问另一个问题，我们如果都给你钱，然后让你不会死，然后你到时候投票，你会投你们自己吗？我一定要投自己对哦。对。然后到时候我们会给你钱，然后让你不会被对吧？哦、oh, 啊，对啊，给他钱、啊，对吧？对吧？给他钱，他就不会被淘汰。嗯，我给你，我给你500，我给你500，好不好？
啊，对，被判了有罪者的那个。对啦，他被也被无罪者买通。对对对对。所以这个社会为什么都是有钱人当道？钱还蛮好用的。